仲冇咁即嗰個人，如果唔同你續一年約約，即係 nothing set。嗱，再講一次啊 ，lease for years， 同 lease period to period。雖然呢個係 30 days notice 係唔需要，呢個係 30 days notice 或者 60 day notice 要。好啦，呢、這個即係住滿唔知幾多年啦、但係咧呢、這個咧有，因為佢有個 ending day 啊嘛。呢、這個冇啊嘛。咁所以咧，而家問題就係話喺 UDA 喺 eviction 度咧，佢哋大家都要有一個 just cause。而家個 UDA 係因為我唔交租。唔係UDA，normal eviction。哦 ，normal 啦，係啊。咁 evict 得都係因為我唔交租啫，我係起曬交啊，咁你要趕唔走嘅喎。咁唔好用，嗰個係咪叫 eviction 啊？嗱，好似我咁樣啦，嗱，我一定準時交租嘅，我5號之前一定交租嘅，咁我而家500蚊，我。